东北王张作霖罕见的七张照片，总有一张你没见过。这是张作霖早年的戎装的照片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，成就大事业跟他的豪爽多娇、抱负远大有着决定作用。张作霖马匪出身，凭借自己的打拼做到一方军阀，靠的就是四个字：心狠手辣。在的眼中只有利益没有信仰，在乱世势必成了一方枭雄。图为张作霖的戎装照，上位者气势十足。张作霖有东北王之称，北洋军奉系首领，先后担任奉天督军，从一个贫农出身的胡子起家奋斗，最终成长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掌权者。图上为张作霖在天津期间即将检阅美国军队的场景，据着胡子匪气尽显。张作霖共有姐弟五人，共有妻妾六人，儿女十四个，子八人，女六人。其中以张学良最为出名，他曾官至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。图上为张作霖和子女的温馨照。张作霖主政东北那几个年头中，其名号已经走进百姓心中。他不仅成为威震一方的偶像人物，也令前来的敌人闻风丧胆。图上为张作霖身着陆海军大元帅服照片，气势十足。这是张作霖和五儿子张学森、左六儿子张学逊、右的同框照。从照片可以看出，张作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，对着镜头露出淡淡的笑容。张作霖从普通老百姓到东北王，看似无脑的草莽人物，满口的妈了个巴子，其实城府很深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图上为张作霖的大帅服迎接客人的照片，难得一见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